欢迎回来。彭亨州马兰一名失业男子涉嫌杀害亲生母亲，今天被控上法庭。另一方面，网红传教士涉嫌性侵女学生的案件，今天也在沙南过堂。由于化验局的报告还没有出炉，法官择定7月5号再一次过堂。来看一组法庭简讯。39岁的被告穆哈默费鲁今天被带上马兰推事庭面控。根据控状，被告涉嫌在4月29号凌晨1点半至2点10分之间，在住家杀死自己55岁的亲生母亲。由于被告意识不清，推事诺林达勒令被告到柔佛伯曼医院接受精神评估。此外，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吸食冰毒的习惯，他将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下被定罪。根据早前报道，穆哈默费鲁今年3月才服完刑出狱，过后在4月29号使用巴冷刀杀害母亲。被告是在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下被控，一旦罪成，可判处死刑。网红涉嫌性侵和非礼的案件也在今天过堂。杀案男地庭法官李海达基于化验局报告还没出炉，宣布案件在7月5号再次过堂。25岁的被告塞沙伊玛被控在2019年9月11号晚上，在沙阿南第7区一间住所性侵一名23岁女性，抵触刑事法典第376(1)性侵条文，但他否认有罪。此外，控状也指出，去年10月17号凌晨，被告在塔林在野白沙罗博兰岭一间高级公寓单位内非礼一名22岁女性，以及强迫进行违反自然性行为，而抵触刑事法典第354条文，蓄意侮辱妇女贞洁和刑事法典第377(b) 条文两项罪名。一旦罪名成立，被告将被判监禁最高20年和鞭笞。镜头转到霹雳怡保，三名男子涉嫌以国家能源技术人员的身份诈骗，向受害承包商要求6000令吉修复电缆。案件今天过堂，但三名被告否认有罪。经过协商，法官最终允许三名被告以每人8000令吉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。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。